下面请您欣赏相声《斗公训女》，表演者李月、彭浩洲表演。感谢各位的掌声鼓励，感谢各位的掌声鼓励，谢谢大家。刚才是这个张正跟李子浩哥俩，他们李子浩，张正跟这个宋俊萌，小哥俩给大伙儿说了一下，因为不是原配，是原配的那个有事请假，哎，临时的宋俊萌跟他搭档，二位给大伙儿说了一段叫《悬崖语》，表演的很卖力气，是让两个人呢下台休息休息。这场呢又把这位老师给牵出来了，哎呀他打得真的这妇女那牵出来了，不是这量词我是用错了吗？多新鲜啊，这场又把您给拉出来了就是把您给放出来了就是给挤出来，我是个屁挤出来，挤给您，哎行了行了，给我教你啊，那怎么说那词儿挺出来，这么说合适吗？太合适了，那就这么介绍啊。哎，谢谢吧。这场呢，又把这位老师给醒出来了，醒出来了。您见过我这么大一鼻涕吗？还是黑的鼻涕，你不是黑色的，我也黑的。请讲出来，接着陪大伙呢再聊聊天儿去了。这是我们德云社优秀的青年相扑演员，是相扑演员。相声演员，相声演员，姓彭的叫彭浩松，我啊，好，谢谢，非常的优秀。您看，提到彭浩松的名字，台下报以热烈的掌声。有认识您的，指不定。确实呢，相声说的非常好，不敢当啊。您说相声啊，可以说是这个胡萝卜带草帽。这怎么讲？小红人儿，哎呦，哎，小红人儿了，哎，哦，狗撵鸭子，这怎么讲？呱呱叫，哦，上鞋不用锥子，这是真好，真好，和尚的家啊，命，命，哎，这好比是这个膝盖上挂满弓，这怎么讲？水平比脚高。那就比脚高，飞机上挂暖壶，这是高水平。哎呦，屁股后边挂暖壶，这是您有一定的水平。就是说您水平很高啊，说我屁股挺大的。那确实也是，挺好的。哎呦，谢谢吧，大伙儿爱听您。哎呦，可是，别说您大伙儿了啊，我个人也喜欢听他说相声。哦，你也行，确实不错哦，爱跟您聊天。哎呦，我跟您啊不太一样。您怎么着？我不是正经说相声。您是不正经说相声，就说我这个本职行业不是干你们说相声。哦，您这属于是玩票。对，我们这就是业余爱好。那您正经干什么的呀？真正的跟你们差不多啊，我也是一名瘟疫工作者。你是个耗子。你才耗子呢。那瘟疫工作者这叫什么呀？文艺工作者。对，文艺工作者。什么呀？没看出来吗？没瞧出来。我是唱戏儿的。你把嘴里那袜子拿出来。唱什么呢？唱戏儿的。现在叫唱戏的。对，唱戏的。哦，您是个戏曲演员。对，他们管我叫戏子。戏子，戏子。明白什么意思？不是，这也不是什么好话呀。怎么的？就是在对演员的蔑称。这不是蔑称啊，这是尊称。尊称。你戏子，戏子吗？啊，唱戏那人的儿子。啊，没有这么解释的。老话怎么说？怎么说？咬子无情，戏子无义，说的就是我们俩。我是那个戏子，我是那咬子。你也别客气，我没跟您客气。您什么意思？您戏子明白吗？戏子嘛，唱戏的，戏曲演员。啊，不，演员啊。您各位听着这词儿很简单，是，但是真正做到的不容易啊。反正在我的认知里啊，演员两个字很神圣，是我有点担当不起。那您是太走谁跟你客气了？大伙儿鼓掌啊！太斗，戏曲小太斗。哎呦，哎，唱戏唱得好极了，唱戏唱得好。您对这个戏曲有了解吗？我们相声演员一般都有了解，也爱听，也喜欢听，也喜欢唱，平时也爱唱。哎，是。那我问问您吧，嗯，您看我们这个戏曲行业呀，啊，经常说一句话，哪一句啊？叫南昆北弋，东柳西梆。哦，您知道什么意思吗？知道啊，您给说说。南昆就是南边，爱听昆曲。
北边听一调包腔，东柳，东边听柳子腔，西方梆子腔。说，哎，可以呀、啊，还行，什么都明白。是，还别瞧不起这没肚脐眼的蛤蟆，哪来这么一样？还真明白，郭老师还懂点啊、哦，都懂。嗯，但是确实，咱实话实说 啊，就是现在这些个戏曲啊，怎么着，听的人很少。啊，是现在听戏的人不多，而且它属于这个濒临灭绝的状态，快完了，接近于消亡。哎，会的人少，是那传承的就更少，没什么徒弟。尤其是刚才咱们说那个，嗯，北艺叫一调高腔。哎，对，一调高腔呢，现在基本上没什么人会了，这是会的少。但是不幸中的万幸，这我还在，我还在，你在管子溜啊，我在，你再有什么用啊？我会唱啊。哦，说半天您会这一调高腔，我就会一调高腔，一调高腔的小太斗。哦、哎，现在真的各位，全中国呀，没什么人会了，算上我，全中国就俩人会，就俩会了。嗯，我一个啊，另外一个今儿早上死了，就你一个人会。现在就剩我一个出名了。你也别话这么大，我们也听过这一调高腔，也唱过。哦，您也了解，您稍微有点了解。那您跟我肯定比不了，我是跟您比不了。我从小就学，您从哪儿就学？从小学艺调高腔。哎呦，我是七岁学艺，嚯、哦，九岁净身，净身，在我们这行业里头。您九岁就没零件了吗？什么叫没零件？净身，你耳朵拉稀了吧？你眼睛尿灰了？九岁净心。静心，因为我们这个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。哦，家里就干这个，属于是家传。哦，您琢磨，我的曾祖父啊，就是唱这个一调高腔，这么厉害。我曾祖父传给我祖父，嚯、哦，我的祖父传给我父亲，哦，我父亲不保守，传给了我。哎呦，那今天我也别开生面，传给你。不学啊？啊，我有个辈儿下来了。什么叫辈儿下来？你还成你儿子了。我就看您呐，啊，对这戏曲了解，是了解，也会唱点儿啊。我说我这意思，我就交给你，咱别让这艺术绝户来着。哎呦，咱给他传承下去。还有这觉悟呢？您看看，咱为了发扬咱传统艺术，太棒了！您交给交给。回头啊，找机会吧，您上我们家去。我呢，好好的教给你。咱别上家去，好不好？得日不如撞日，我今儿逮着艺术家了，咱就在这儿教吧。什么意思？同志各位，啊，咱来一出，边演边教啊。来什么呀？来出这一调高腔啊！当着各位来一调高腔，行不行？这个大伙儿不爱听了，你看。爱听，爱听的啊，爱听，也不行。为什么呀？咱还是回家教。咱回家教。为什么得回家教？这事儿不合适。你看我是太斗，是啊，我太斗平时在哪儿演出啊？哪儿啊？我都在那大剧院，大不是那、这个大剧院，正经不正经？正经老太斗啊，大剧院，大剧院啊，一般的那个舞台呀、啊，音响、灯光，一般都有角儿帮着我唱。你说对吧？我这没法，我跟您来呀、啊，你不会吗？是不会，你是专业吗？我不专业呀、啊。你也是票友，我是票友啊。你票友，回头咱俩唱完之后啊，大伙儿觉得不好听，不爱听，你说回头盘着谁？盘着我，盘着我，这大伙儿说我不好，不说您不好。你我觉得没必要，咱们主要今儿说相声台，咱们大伙儿介绍这工作，没说要唱戏。大伙儿鼓掌，来一个吧。哎呀，哎，来一个，就是我话都说到这儿了，你还非得来？你是不会吗？不是，我会呀，你会呀，我不怕你不行吗？您教给我们，紧说，脑子怎么样？脑子挺好的，那咱们就来一回，来一回一脚高，来一回，那这样挑出戏，挑出戏没问题，挑出戏，挑吧，你挑，谁呀？你挑啊，我挑啊，宝贝儿，哎，没事儿吧？怎么了？各位，我是太斗。我打小学戏啊，高腔我会八万出，一调高腔有八万出吗？我会八万零一出，怎么多一出啊？我想一出是一出，对，八零二，八零三，八零四。我明白您这意思，您让着我。对，回头我挑出那戏来，您说您不会，你这人面子又薄，回头后台张妈怎么撑死？我也不挑食。对，我挑什么？捡您会的来吧。我来吧。那我要会的不多，就一出。哪出？斗公训女。哦，斗公训你。训我干嘛呀？训女。对，训女。也叫权责报啊。什么呀？权责报。权报。
全报报不了，顶多报70%。报税来了，全报一分钱都没开呢，知道吗？全德报，全德报，哎，通讯女是没问题，来这个。但是有个问题，什么？您看这戏是不是有点大？哎，这咱全看吗？艺术家，艺术家知道这戏大，太咱这样，咱掐去两头，不唱当件，那咱就甭唱了，那咱散会了。就唱当件儿啊，就唱当件儿。斗公训女这一折最精彩的部分，行不行？没问题。来，那咱这分一分角色，不用分，都归你。那你呢？我交给你，你教我拉着一块儿来呀、啊，还得一块儿来，多新鲜！边唱边学啊啊！来分一分角色，你先来，我先挑，捡你会的挑。那这样，我先挑，我斗公，哎，我斗公，那我斗母。我斗蛐蛐，我斗油葫芦，斗大人，那我斗小孩呗，斗员外，我斗地主，我斗小黑小子，我斗大胖娘们，哎，不是，斗公，斗员外，斗燕山，哦，斗燕山，斗员外，哎，你说斗燕山明白了，燕山，那我就不跟你抢了，哎，你来斗燕山，我来斗燕山，我来谁呢？您斗夫人，谁？斗夫人，斗。夫人，窦夫人，窦夫人跟这个窦员外什么关系？夫妻两口子呀。也就是说，你是我的爷们儿，我是你的娘们儿。要，要，抬你生，这咱就问明白了啊！可就抬上这一会儿，你死不死啊？废话，可不就这一会儿啊？不是，咱得问明白喽啊！这里头有没有床戏什么的？没有。没有，我怕你占我便宜，一哈喇都下来了。没有，因为咱唱的不是这个洞房，不是洞房啊，训女啊，训训训女，哎，训女，没有这乱七八糟，没有没有，那就行。哎，这样，您是太斗，我太斗，您再赶一个，赶一个院子，什么院子？就是一个报事的一个老头，也是个主角，就是管家一类的小仆人，报事的院子，行不行？主要上我了，这都是您的，没问题，可以吧？我就卖呗卖呗今儿，哎，主要交给您，交给我，您跟着我来，行，没有事，来搬一搬桌子，这什么意思？他分出个前后台来啊，何为前台，何为后台呢？桌子前头为前台，桌子后头为后台，那边上场门，这边下场门，哦，还差把椅子，我去搬一下，什么？差把椅子，我这椅子干嘛用啊？一会儿坐着用啊，那那这坐下就搬一下啊，我来吧。哦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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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来呀！你来呀！你都搬过来，你拿过来就得了呗，你搬自己的去啊，两把，我还有一把，多谢谢呀，干的。我来吧，你上来呀！这是配套吗？我还实在没弄呢，就坐这了。凑凑呗，哎，啊，行行行行，对，我再问您啊，啊，咱唱戏是不是得把衣服穿上？光着呀？哎，这还没解套啊？咱没有，这就是咱们唱戏穿的那个寿衣，有没有？寿衣、啊啊？不是，我看您这气色，活下礼拜没问题呀、啊。我们这行话叫光光，那不一样吗？不是，就是穿那大长裙儿啊，上面绣一大煎饼。这一大头鸟，海带丝儿，皮皮虾，那什么？不是，还有哥们儿，那叫行头。我说行头看错了。你说寿衣吓我一跳。哎，这是戏服，没有行头，没有，咱就素身唱。素身唱是就大褂，穿着大褂唱，行不行？没问题。那我再问您啊，像这个唱戏一般的，您看那旁边那犄角旮旯啊，坐的有那个滋儿鼓，弄呀，滋儿滋儿鼓，滋儿鼓，那个滋儿鼓，那叫。胡琴，你又胡琴，不是，那叫什么？胡琴，啊对，胡琴儿啊，那个啪嚓，啪嚓，这些，这个气死我了啊！哎，你是想说乐队吗？对，对，没吃药吗？不是，我一直说不上来这词儿。乐队，乐队老师木勇，
不有怎么办呢？咱就拿嘴学吧。拿嘴怎么学呀？就您上场我打架伙，我上场您打架伙，啊，互相用嘴学这萝卜尖儿，行不行？没问题呀、啊。这么着，我再化化妆。化妆了吧？因为我演的是你的夫人，啊、所以我得区分一下角色，我还得分出来，好不好？这角儿跟太斗唱戏是不一样，人家还知道说唱戏让您各位在底下看，要不穿戏服看不出来角色，还得化化妆捯饬一下，让您有一个这个区分。哎，有一句老话怎么说的？叫人配衣裳，马配鞍，乐什么呀？狗配铃铛还跑得欢了，是不是？你要不捯饬的时候跟个戏狗一样，捯饬完了没准就好看了，是不是？哎呦，哎，拍照拍美颜啊！哎，好美啊！你这捯饬没人给你拍照，你弄得跟寡妇似的。你演的不是我爷们儿吗？哎，我把我自己倒进去，这斗地主，你们农民啊，没有。行了，咱就是斗夫人了，斗夫人了，好不好？可以，那咱可以归后台了吗？归后台怎么样？后场我先上，您打家伙。您先上，我是您打家伙，打架，对吧？整个一肚子。啊，疼！豆浆。豆角。豆腐脑儿，豆腐脑儿，怎么你说什么呀？你不馄饨吗？我说馄饨。馄饨是什么东西？老生叫板，馄饨，这是叫板。哎，明白了。这豆浆油条。馄饨，锵锵的起锵起，锵锵锵的起锵起，锵锵的起锵起，锵锵锵的起锵起，锵锵的起锵起，锵锵锵的起锵起，锵锵起锵起，锵锵锵的起锵起。爱看热闹是吧？爱看在桥底下看见知道吗？怎么了？有病是吧？不一脚高跷吗？高跷？你那扭秧歌来了？什么呀？不是，他不打这家伙点儿啊？那打什么家伙点儿？你不会啊？什么不会？我考考你一看，你不知道啊？考吧我。多新鲜呐！这冬秋锣呀，冬秋锣啊，冬秋。这冬秋不完了吗？嗯。馒头，冬秋，冬秋，冬秋。我地铁站等你啊！你先去。冬秋，他过去，他过去。冬，过来。你要给我送哪儿去？去地铁站。咱别打起来，没完呢。那什么意思？那有完啊？何为完呢？打三棒半，我就到台口了。三棒半，哎，何为一棒呢？这冬秋是一棒，这地儿一棒，哎，没问题啊。数着点儿啊。好嘞，好嘞。安特，冬秋。一棒，别说出来，别说出来，你不让我数着点吗？是数着点，你这样，你看我腿，怎么看？这冬抬腿，秋落嘴，抬腿为冬，落腿为秋，哎，哦，错不了的，谢谢吧啊。安排冬秋啊，落腿呀、啊，你不瞧我落腿呀、啊？落腿我怎么秋啊？不养道了吗？哎呀，怎么的？你快着点行不行啊？啊，快！冬秋，冬秋，冬秋！好了，你让我快着点，你快点，孩子给我送走了。怎么的？你正常一点，行不行？正常点。我谢谢你，别玩我。正常点，这是第一回你去地铁站那个速度。哎，那个速度，啊、是不是就抽一三棒半？三棒半。安排冬秋，冬秋，冬秋，懂？懂是什么呀？半棒。你快把我叫醒里了。招。Thank you.
是亲这位吗？亲谁呀？亲谁呀？你爸让我亲人家，我让你跟我一块过来。怎么着？跟我一块过来？那叫一块过来吗？啊，那叫同场上三棒子。我棒槌。一块过来，同场上啊。安分，回去。我安分，你也安分吧。我怎么着？不是女的。哦，女的。你细着点儿。我还不够细吗？你刚才出去你骂我了。声音细着点儿。好，声音。哎。安分。朝来长暮相逢，给看坟来了。什么叫看坟呀？说词儿啊。说词儿啊。影子，影子，来。朝来长暮相逢。花生瓜子儿是什么呀？这是咱们这儿卖的，你看那儿有。那花生瓜子儿给几个？你得说戏词儿啊，戏词儿啊，戏词儿是什么呀？仙人堂前列绮罗呀，这不叫老词儿吗？我告诉你有老词儿了。再来一遍。朝来长暮相逢。要死！啊，夫人！啊，汉子！汉子！汉子行吗？你不叫我夫人吗？老马汉子。对呀，老爷呀！老爷啊，有这么孝敬老爷吗？那也得叫老爷呀！啊，夫人！啊，老爷！今日里闲暇无事，你我二人同坐呀，同坐呀！夫人请啊，老爷请。啊，夫人！啊，老爷！你走光了，干嘛？走光了，别拿扇子挡着呀，这腿地上，腿地上，哎呦，你还能这么坐着呢？你好好坐着，好好坐着。哎呀，啊，夫人，啊，老爷，我来问你，你我的女儿哪厢去了？啊，你问你的女儿哪厢去了？怎么是？新马泰度假去了。度假去了。你得说戏词儿啊，戏词儿你不会呀、啊？你这人就混蛋，不会我能给你唱吗？会你倒唱吗？会不就唱了吗？忘了吧？没了。那是想不起来了。这不一样吗？这不一样啊！忘了是全忘，想不起来这一句想不起来。人有失手，还有问题。你提拔我一句，我就想起来了。妾身不知，但听院里报。错不了了。啊，夫人！啊，老爷！今日里闲暇无事，你我二人同坐呀。同坐呀。同坐呀。老爷。夫人，啊，老爷，我来问你，你我的女儿哪厢去了？啊，妾身不知，但听园子一报。天到了这般时分，为何不见园子宝来？园子宝来，园子宝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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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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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报啊，报啊，报啊，对，报，哪个报？跟我亲热一下。哎，咱这里不是说没有床戏吗？报事，报事，对呀、啊。什么意思？院子报事啊。院子报事啊？那你找院子去呀、啊。你演的谁呀、啊？我演的夫人呀、啊。你敢一院子呀、啊？哦，我还有一个院子的角色。对呀、啊。那夫人怎么办呢？
夫人，这夫人就搁这儿了啊，就搁这儿了，受不了了，来，啊，夫人。啊，老爷，今日里闲暇无事，你我二人同坐呀。老爷，老爷，你坐。蔷薇子。啊，夫人，啊，老爷。看来吧，你我的院儿那相去了。啊，其实不知，但听园子一报啊。天到了这般时分，为何不见园子宝来？啊，园子宝来，宝来，宝来。走。走走走走走走走。有话，你怎么了？最近腿眼疼，再来一个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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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知道，不是，不知道，像话，是什么事儿啊？哎，你不会呀、啊？我不会能跟你上信。真的，我告诉你啊，昨夜晚三更时分，石谷老爷与我家小姐在后花园洒泪，分别去了。圆屯吗？我告诉你，有圆屯。圆屯吗？就这词儿啊。来一遍吧。啊，夫人。啊，老爷。今日里闲暇无事，你我二人出。夫人坐那头不一样啊，不一样，不一样，夫人坐那头你我的女儿哪想去了？妾身不知，但听园子一报。园子宝来，园子宝来，宝来，宝来。报。东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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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东东秀。园子病治。活事。启禀老爷，大事不好。活事惊慌。昨夜晚三更时分，石谷老爷与我家夫人在后花园洒泪分别去了。我媳妇儿啊。我媳妇儿跟人跑了。那谁跑了？小姐，你媳妇儿是小姐，你爹们儿是小姐，你不说小姐，小姐与石谷老爷在后花园撒泪分别。啊，石谷老爷，小姐撒泪，重报重报啊，重报重报，直接报，报。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元子是活事，启禀老爷大事不好，活事惊慌。昨夜了三更时分，石谷老爷与我家小姐在后花园撒泪分别去了。你在咱们家撒泪分别去了。啊我是谁呀？你是谁？你坐下是臭捧哏彭浩宗。我演的谁？你演的老爷呀。你演的谁？院子呀。咱俩什么关系？主仆啊。对呀，你也知道，你干嘛来的？我这不报事啊。报的什么事？昨夜晚三更时分，石谷老爷与我家小姐在后花园洒泪分别去了。三更天的事儿你现在才报，你昨晚上干嘛去了？我昨晚上跟老太太蹦迪去了，你知道吗？蹦迪去了。哎，你报晚了，知道？报完怎么了？报晚了，老爷我生气。刚才这啊，就是我的做派，这是你的做派，你别打我呀。那我什么做派呀？你别害怕呀。我害怕？对呀，我不害怕。你得害怕呀。那我什么样啊？就哎，有那么句话啊，叫老爷发威，奴才撒岁。撒岁是尿尿。我尿那肚子上了，尿哪儿？真尿啊！那假尿尿不出来。你不说撒岁吗？不尿，那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就这么说吧，嗯，就好比啊，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喜如筛糠，哆里哆嗦，就恨不得有个缝就得钻进去。哦，就是我害怕的，这上天无路，嗯，入地无门，哆里哆嗦，有个缝我还得钻进去，这种感觉，还得有个缝钻进去，咱就这样。
没问题，看您表演，看我的表演，让他从头来一回，从头开始，别把戏搁这儿。好嘞。我不过，我不过。安特。老王家这半包招来赏我秋荷，仙人堂前天气就要死阿、啊、夫人阿、啊、老爷，今日离仙下无事，你我二人同坐呀，同坐呀，同坐呀阿、啊、夫人阿、啊、老爷，我来问你，你我的你我的女儿哪厢去了啊？妾身不知，但听园子一报。听到了这般时分，为何不见园子宝来？园子宝来，宝来，报。东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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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东秋。园子病是何事？秦老爷大事不好，醉了三更时分，石谷老爷与我家小姐在后花园撒蕊分别去了。你在蹲着瞧，撒蕊分别去了啊。干嘛呢？我找事儿。去你的！